哎，你今天要去哪里？要去上学。你开心吗？开心。那你现在在干嘛？现在就是算等公车。那等公车去哪里呀？等公车去上课。你有开心吗？你喜欢上课吗？那你会乖乖的吗？会。妈咪没有在教室里面，你会哭哭吗？会。不会吧？好多好多东西玩呢。妈咪就在外面等你啊，你一下课我就来接你了。可能，但是中间妈咪可能会去买个东西啊，上个厕所啊。可是你下课，妈咪就会在外面等你，好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Can you do that?地方我就找不到你了。不会，你下课我一定在门口。Promise， 来，我一定会在门口等你的，好不好？那你要乖乖哦。OK。OK。赶快吃饭吧。亚比。嗯，我会煮泡。你烫烫就吹一吹啊。